普吉岛，泰国安达曼海岸的瑰宝。欢迎来到位于泰国海岸的热带天堂普吉岛，它以其水晶般清澈的海水、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。这是一个旅客们逃离日常生活压力、放松消闲的完美旅游胜地。普吉岛有着深远的历史和传统文化，从华丽的寺庙和历史悠久的神社到热闹的夜市和丰富多彩的节日，普吉岛总有新奇刺激的事情等待大家探索。您可以探索普吉老城，欣赏其中国及葡萄牙式混合建筑和迷人的街道。您亦可参观普吉大佛，这座高达45米的雕像可以让你欣赏到整个岛屿的壮丽景色。对于户外爱好者而言，普吉岛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堂。这个岛屿拥有数十个美丽的海滩，每个海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。无论你是想冲浪、游泳，还是只是想在阳光下放松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完美的地方。但普吉岛不仅仅是海滩，它也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。您可以穿越茂密的丛林进行徒步旅行，亦可以探索隐藏的瀑布，或在水晶般清澈的海水中进行浮潜或潜水。普吉岛还有不少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，从爱玩的猴子到威严的大象，你可以看到许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。当然，普吉岛充满着数之不尽的美食，从泰式辣咖喱到新鲜的海鲜，这里的食物简直令人垂涎欲滴。无论你是在五星级餐厅用餐，还是在街边品尝简单的街头小吃，你肯定会被他们的味道和多样性所惊艳。如果你正在寻找夜生活，这座岛屿也有热闹的夜生活场所，绝对能让你玩得尽兴。如果你想要放松，普吉岛也能满足你的需求。这座岛屿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度假村和水疗中心，提供各种放松身心的服务，例如舒适的按摩和瑜伽课程，精致的美食以及迷人的海景。让自己在水疗中心享受一整天，或者在沙滩上躺下来享受阳光。不同时间，普吉岛都会举办各种节庆和活动，以不同方式展现这座岛屿丰富的文化和特色。每年普吉岛都会举行普吉韭黄斋节 Phuket Vegetarian Festival， 活动中包括了踏火和肉体穿刺等仪式。在每年的4月及11月，普吉岛亦会举办热闹的泼水节和多彩的水灯节。你能感受普吉岛人民的热情和浓厚的节日气氛。普吉岛完美结合了冒险、放松、文化、美食和夜生活等元素，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地点之一。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预定你的普吉岛之旅，体验这个令人惊叹的天堂岛屿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吧。